ET 个股推介是安低缓通高速995，经济部投资业话早拣选原因是公路股股息高，咁啊就盈利稳定，加上受惠内地经济复苏同埋憧憬中字股股值提升等嘅因素，继续可以提高一线嘅。安低缓通高速目前营运公路里程是609公里，代管高速公路总里程4163公里。中金就话公司嘅公路资产位于安徽省重要跨省干道，长期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同埋长江经济大建设，加上公司去年派息比率达到63%，系公路板块之中较高嘅水平，系攻守兼备嘅优质公路股投资选择。我策略上可以等候7.6水平吸纳啦，目标先睇三月份高位8.19，跌穿7.3就减持。彭博预料安徽缓通高速公路2023年盈利重拾增长24%，股息率达到9.9厘嘅。